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苗栗走走天空步道。几年前来过一次，这里规划的越来越好了，有厕所，有停车场。从停车场走到这里800公尺，吊桥的两侧有不少桐花。我走到另一端的出口了，到步道另一端的入口了，这边也有停车场和厕所。好，现在要原路折返了。刚才一路走来，看到的油桐花并不多，而且集中在吊桥的两侧。整条步道所开的油桐花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吊桥的两侧。天空步道单趟2.3公里，来回慢慢走的话，2个小时内可以走完，蛮适合全家大小来这边散步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的话欢迎按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